进行问题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关心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新消息。第一件比下周两点，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的近比关于新增加个个案过后，其实呢，基本同多民众都知道有得会紧张哦。而且讲近比关于中央新增加16例确诊个案，还有其中有2例系本土感染个案，到今也2例本土感染个案都唔止加到系对内测不到的。这其中呢有一例案268，其他50人士。男性，其在2月底时节就出现相关唔畅快症头，都紧闭张口诊。然后呢，指挥中心主动小讲，其在下一步时间内，会有会同同同人来接触，就强呢机会同老一疫情车本其他人。不重要，伊个指挥官陈时中提出大拍讲，一个个案有得复查，因来等下指挥官陈时中带来说明。那按268于2月28日至3月18日。陆续出现咳嗽、喉咙痛、头痛、发烧等症状，多次就医。3月20日因发烧、肺炎收治住院，经治疗症状改善，并于3月23日出院。但返家后又出现发烧、呼吸急促及腹泻的症状，于3月25日再次就医，经医院裁检通报，于今日确诊。啊，因为这案子从他可能发病的时候到现在时间比较长。所以现在框列人也比较多，那这个案应该是会比较复杂。然后呢，从前一波的健康工有发红的呼吸医师同从用的空腹炎可天测不到武汉肺炎过后，然后呢，指挥中心同民航局就决定为了针对航空业的技术员来加强防护措施，从一道空腹炎下来同人口来接触时节，跟民航对待的外科最严密，还有有父母讲一条，然后呢，每位有穿一条防水的防护衫同防水塑料的一条装备。然后呢，其他针对银行一部分，在这批中心下来，每位听取相关的规定，提供违反每位有相关的法则。然后呢，将一条空腹炎去到外国去确定时间，给民航局也下面听取的相关指引。我们最主要整体的规则，它的中心，最中心的一个想法，是我们要全面的对机组人员的保护。好，现在大家是要怎么样的回来居家检疫或相关的一些管理，当然。在外站的时候，相关的一个也是像居家检疫的规则一样，也不能出来单独的用餐或指定的场所，那不要跟所以在国外相关风险比较高的场域也好，人员也好，不要有所接触。但重要在飞机里面怎么样避免跟被我们的乘客所感染到？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外科口罩。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护目装备，也就是平光眼镜或者是护目镜。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防水隔离衣，好，这个地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防水手套，是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在这边会建议各位旅客如果你在搭乘这个有发烧等等呼吸道症状的时候呢，尽量是暂缓搭机。那你在搭机的时候呢，全程就是不要用手去触碰眼鼻口。该指挥中心就表示讲，黑 V 的波幅按多位空腹炎同亚条人后，就会听取相关的管理办法。该认真讲，该鼻咽地方上黑雾霾重逢，有几个管道秘密的空间哦。V 的感受太加接触，故说呢，指挥中心就建议从亚条空腹炎 ，V 的呢用的偏手为尽量同亚条人后分开来。其中亚条人后呢，在鼻咽地方每种的清洁乱翻 V 的，加是对鼻咽地方的环境唔放心，每做的起家来准备100cc以。还就近来消毒。今面红 Q 做 DP 提醒的，就讲等到亚下所有的管理办法听出来过后，假使有空腹炎违反相关的规定，接着呢就要从所有的离校通用，第二间台湾过后，要配合台湾的防疫政策，要居家检疫14日。一部分呢要向所有航空业的机组人员要特别注意。今以上呢就用简笔同大家整理的飞机重点，跟有关疫情的最新消息，下面继续同来重复。Thank you.